停车。赵娘子，高娘子，你车是坏了吗？我车轴断了。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啊，好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是去接尹章，车坏在半路了，幸好你来。啊，没事，我送你。乳娘的事，我还没向你道歉呢，对不住。不必，这些都是他背着你做的。可他那也是仗着我的名义，我必须得向你道歉。如果不是上回你来找我，我根本都不知道他一直在外面背着我做了那么多的恶事。不光是他，还有欧阳旭。你瞧，这是他写给我的书信，字里行间都说着海誓山盟。这样的书信，他上京赶考的时候也给我写了一些。我爹说的没错，他就是害怕你告发他的丑事，这才弄巧成拙，被赶到西京去做了个道士官。现在他又想哄骗我悄悄跑去西京与他私奔，弄个木已成舟，逼我爹不得不认这门亲事，然后再调他回京。你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会喜欢上这么一条毒蛇？或许他原来不是这样，只是被东京的繁华迷了眼。我管他是什么原因，我只知道胆敢欺瞒我的人，就一定得付出代价。